我们先看一下履历。哎呦，哇，这个 boss， 这 boss， 25岁，哎呦，155啊，哦，很高哦，兴趣遛狗啊。专长放空，什么鬼啊？放空放空是什么啦？三维来了，专长是三维啊，三维，专长是三维，可以很厉害，写错了，因为上维太过雄伟，所以经常放空，这我们可以原谅，可以原谅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腰围25，哎呦，臀围35，会三，就是女性霸三会三，32.1哦，32.1，将来生的小孩子也许奶水充足，还有一家人，一家人都喝，得看他喂小孩。第二栋房子准备好，马上要送出了。啊，是，来，请看剪影。哦，15。哎呦，哎呦，好高哦！再出来，如果侧面，哎，蛮瘦的，好了，15可以侧面吗？肩到了，瘦。哦，他哦，可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哇塞，凹很凹。哎，哦，我这个桌子可以放贡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小蕾丝，哎呦，哇，我有这个衣服，捆绑，捆绑，这个是，可以的，掉出来了，那是吊钟烧，这样好吗？1、2、3，阿姨，阿姨，难怪会叫依依啊，哎，是依依啊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，回娘家了，依依，为什么你的兴趣是放？不，专长放空，什么衣服？就很容易。你的生命这么灰色？哎，不会啊，我觉得放空是一个很轻松。放空，你在什么时候会放空 ？Anytime。露营的时候有。露营的时候。对，被我抓过。对啊，有时候很容易放空。那你如果第一次去对方家里面见父母亲的话，你最重要是穿着上来讲，或者是言行举止上，你最重要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的穿着是一个很大的，绝对不可以，今天不能穿这样。如果有婆婆在，公公他就可以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什么逻辑？女朋友担心，冲出去啊！笑到不能自己，房子第一清纯了，说哎呀，过户了，过户了，看一下。没有，因为我发觉他讲得很好。如果我替他跳的话呢，原则上我会叫我小孩子把他当成这样的情人，但是不能当老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玩玩就好。为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讲他喜欢放空。那我小孩子的工作压力有时候很大，是。那我去给他排命盘，他是双妻命。双妻命，双妻命。哎呦，这两妻。哎呦，酷炫，这是好命啊！双妻哦。我们两个是无所不谈，他把我当兄弟，所以所有的事情他会告诉我，那我很了解他。我就只有给他一个条件，就是说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什么都可以做。哎呦，哎呦，然后好开放，然后他又把你当兄弟，所以你们兄弟彼此可以共享。对，什么家庭啊？是不是？当儿子不在家的，对，然后太酷炫了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除了穿着之外，还有什么小动作要特别注意？我觉得去人家家一定要从一开始就要绷紧神经。哦，一开始。所以一进门的时候，第一很重要是鞋子一定要摆好。对，不能乱脱。绝对不可以这样进去之后就脱，这边脱一只，那边脱一只。没家教。对，一定要这样子把它摆好。嗯。然后用餐的时候，就是人家妈妈去，你一定要后脚一定要跟紧，对不对？进去，就算他没有要你帮什么忙，你一定要想说啊，我帮忙摆碗筷啊，或者说我帮忙洗东西啊什么的。这非常非常阴险。没有，不是。然后吃完饭的时候，一定是不止收自己的碗筷，一定要可能帮公公收啊，帮什么收这样。哎，厉害，这个大家的，对啊。对，因为爸妈。一定会教全家家里。第一次去会穿这样子吗？有婆婆就不会。那婆婆半途回来嘞，赶快穿小外套，煎熬不知道。煎熬。我们来看看她的照片，请看第一张。这个是在乌来吗？这是在忘记了。哇塞，来，哦，有下一张，这是出外景拍的人。哎呦，哇，你为什么都喜欢？你是老一辈的哈，为什么拍照喜欢望远方这样？对，然后手撩头发，一定要撩头发，放空，撩头发是为了放空，这样才能凸显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是在啊？对，阳明山。哎呦，看得出来哈，你有看出来？怎么这么厉害？有去过。你在人家家有发生过糗事吗？对啊，我人生做最错的事就是我第一次去有一个男朋友家的时候，我把狗狗带去。然后呢？因为我那个男朋友他非常喜欢狗，但他就说他们家不能养。那我就会错意，我以为是他们全家人都很喜欢狗，只是家里没办法养。房子不能。对，然后我就把两只狗都带去，就殊不知他妈妈超级无敌讨厌狗。
哇！对，然后后来那天更尴尬的事，是因为我们在聊天，那我的狗狗就去人家厨房大号啊。对，那我不知道，就妈妈去切水果的时候，一脚就踩到。哎呀！然后我在客厅超尴尬，因为他妈就是大尖叫，然后一直说什么我最讨厌狗了，我怎么踩到什么的。结果我就赶快冲去把地啊什么的都一直擦，只擦没有帮他洗脚。那你应该那个赶快闪。嘿，那天超尴尬的，我心脏跳超快。这个已经不可能了。嗯，那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结果就没有在一起，绝对不可能在一起。过没过久就没有在一起，因为他妈妈就这样子，弄弄谁？这也太凶了。那你挑选另外一半有什么样条件？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看他跟他家人的相处。因为之后结婚我就变他的家人了。对啊。有些男生在外面，他对朋友是一个样。可是因为我就有男朋友是在外面是对朋友都很好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就在家之后就变公，对，变公子，对爸妈都超使唤啊，然后跟兄弟姐妹不讲话。就人家有讲说，把最好的都留给外面的，把最坏的都留给家人。对对对对，这种男生最不好，语气不好，语气不好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跟他结婚，你将来完蛋。对对对，我就这样想。你就从嫁过去的第一天就被铐上铁链在脖子，对，然后就变奴隶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一定要看他跟家人的相处。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想要跟对方的家人一起唱歌跳舞？这招屡试不爽，就是如果那个长辈他是会唱台语歌的，我就会跟他一起合唱台语情歌。可是你个人的歌声还行，有进步，真的有进步。你的台语行？可以可以，我超会讲台语，因为我们三代同堂二十几年，我都。而且他那个合唱情歌那个长辈一定要是男的。对对对，就中。而且他一定要选 Billy 姐的歌，对，因为他的喉咙有点比较沙。没有，我唱台语歌真的会唱。Billy 唱两句，唱两句。那你这边，我们这边选一个合唱看看啦。酷炫爸，你会唱台语歌吗？好，你我会的台语歌很多。那你来，你唱一首。香蜜瓜。香囊金桃会不会？香囊金桃。好，预备，老师，香囊金桃，预备，香蕊。我怕歌词。老师不要躲。老师不要躲。他这招厉害，他先出糗就拉近了距离，然后对方的父母亲呢在唱的时候也不会有压力，对啊，不，他本身就自带金桃，来，开始，好好，哎，是要唱香囊金桃还是两两金桃？对，今天是选十五金的，应该要唱那一首叫《给啊给啊》。给啊，我可以。哎呦，给啊，老师辛苦了，给啊，老师，考老师的。我先听一下。有一个人那老，那听的跟老师还在找屁。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。哎呦，看起来了，哎呦。听你讲笑的，好像尾牙场。觉得说怎样呢？第一眼感觉不能当老婆，唱了这首歌之后，又在旁边闻到他的体香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。谁说可以？我觉得这个父亲危险哦，危险，危险，这个想法很多了。对啊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就是要这样。对啊，傅炫你，傅炫你快要有后妈了。真的吗？我不是在选媳妇吗？对啊，接下来这件事情就厉害。你会打领带？会，我会打领带。哦，原来领带这个打领带是一定要必备的，男生工作那么辛苦。是，那就来吧，帮我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想要帮谁打？你要帮谁？对呀。那我既然跟酷炫爸那么投缘，那我就选酷炫。酷炫爸。来喽，那个袋子在那边会不会不方便？没关系，绑在一起带勒死。上班要洗
要加油。好的，我会，为了你。那我会找你。我会努力。我会煮。你今天想吃什么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想吃你。你煮的，依依，你说你会打领带？不会，不会，我只是想要把它打好一点。哦，我没办法专心看。这是什么领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韩国的领带，这个太松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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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掉，跑掉。九枚学，九枚什么？还双节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真的会吗？我会，我会啊。你那个上吊带，隔壁的王先生帮忙打。好好，没关系，算算算 ，OK 啊，算。没问啊，我问，我问。啊，对。第一次紧张啊！紧张，打领带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啊！嗯，那你现在单身？我单身。单身多久了？单身几个月。哦，就是从几个月以来，心情有转变好了吗？现在 open。哪里 open？open 哪里 open？open 这也释怀了，释怀释怀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哈。那祝福你。好。希望今天对你有点帮助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跟空间吧应该是有关。来，请坐。谢谢。